屏东县政府与数位发展部、台湾产学策进会合作推出放视屏东动动脑展览，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开展。屏东县长周春米与合作单位及参与展出的学校团队共同出席开展记者会。放视屏东动动脑，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结合了这个互动的设计，也是我们的屏东艺纳精展创意，然后跟我们的台北科技大学我们产官学合作，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屏东大学征修，还有这个高雄应用大学等等多个学生的设计，在这边有数位，有创意，有更多更多的这个现代科技。记者会上，除由各校学生说明作品设计概念，县府更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与县长一起在展览中的元宇宙拳击区体验 VR 结合运动所带来的乐趣。往前往前，加油加油！元宇宙拳击体验装置由精展创意有限公司创作，负责人谢世宏也是在地屏东子弟，展区展示了先进的 VR 技术，也搭上奥运的热潮，让体验者可以在展区空间中亲身体验拳击赛事的快感与乐趣。我觉得这个科技的产业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体育选手有一些压力上的一些对释放，然后我觉得也不只是针对运动选手了，也可以针对一些像是民众啊跟学生，来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压力释放的一个地方。这样，请签署意向书。在记者会上，周春米与台北科技大学互动设计系和金展创意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一年将携手推广数位科技，培养产业人才。而展览中也精选屏东学生团队及以屏东为主题的作品，领域涵盖全国各校多媒体与设计科系，其中包括获得放视大赏最佳动画、最佳故事、最佳角色设计等三项大奖肯定的屏东大学视觉艺术系学生团队制作的动画戏。这部动画是描述两个好朋友，然后他们出游。那在这部动画主要是在讲述在他们前往的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女主角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讲她关于家庭跟未来的一些烦恼。另外还有屏东大学文创系、高雄科技大学政修科大、台北科技大学等团队的作品展出，透过放视屏东动动脑展览，让屏东优秀的青年作品可以有更多展示与曝光的机会，鼓励年轻学子持续创作。展期至9月30日，屏东县政府欢迎民众踊跃参观，感受青年活力的点子与数位科技相互激荡出的创意火花。记者张如阳、郑毅采访报道。